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雷腾，我今天要来拍《第五人格的》的久违的影片呐、啊，哈哈。然后呢，我买了。我买了前锋啊，然后顺便也拿到他的旧装。玩一场前锋给你们看。李秉鑫。他不进来，那我自己先玩好了。这次是月亮和公园，然后阵容有一个咒术师，一个医生，两个咒术师，一个祭司，还有一个前锋，就是我。好，开始。咒术师居然改成了舞女。出生在没有车的地方，有点单纯。最近第五人格经常这样子，可能会导致我六鬼不好。叮，没有。炸鸡了，尽管是小黄衣，可以的。哎呦，他找我这里过来了，祭司井盖，那当然是继续修鸡呀、啊。你好，祭司，好，我们来修鸡。刚刚画面是不是要卡顿一下？炸鸡，吃鸡排啦你！我要过来过来了，我快跑啦！那谁会被打？没人被打，我这鬼是不会玩这样。还有一个黑妹在这。What the？ 帮我治疗，帮我治疗，我会死的。Yes， 有人在帮我治疗。两个人一起 ，yes， 比较快。哦，死定鬼来了！要悄悄咪咪的，悄悄咪咪 ，yes。鬼没有发现我吧？好，那我们继续修。我这祭司百炸不腻呀、啊！我的天，井盖还在 ，OK。你害我！他刚刚炸鸡是吓到我，我们现在就，奇怪，怎么回事呢？鬼突然走了。奇怪，奇怪，鬼还没来，心跳越来越弱，
诶，他船送走了，yes。好，说好了，我要去救咒术师了。哇，离也太远了吧！哎，刚咒术师真的有点不太幸运，那里就有一张椅子，我撞。进化，有没有人要来救？诶，祭司的井盖，祭司来，快把咒术救下来，拜托！我的，看到这个挣扎速度了没？没差，我第一次上椅子，刚才只是一个失误。哎呦，可以耶，他鬼也好像传送走了，没有氪金哦，氪金氪金氪金。来救我！然后我看一下，他们应该是不用来救我。我看看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我的小米，这是我要飞的节奏。哎，我飞了！得得得得！刚刚那个拍的不好，所以再来拍一次。嘿，杰克，没有，这里没有机子。小丑，开局秒倒。我起来了，走起！鬼又回来了。来呀、啊，六哭你！对我没兴趣，算了。他又回来，恩断义绝版。
强过。果然去追幸运儿了。继续来修机，并这个模式是要修机拿积分。呀，有人死了，幸运儿。我又十吧。我当监管，空军。哎，还对我开枪，没用的，投降吧。我又没回到。哎，这也不能。回旋转，十五，直接给他十二个。还是我，我的，我怎么突然到21点？那我要大快跑。哎，我现在，哎，我要输了。哎，我爆，我死了。本期影片要到这里了，拜拜！喜欢的话请订阅。